将槟榔先进心底，心底皇宫也不是特别装扮啊，只个造型就是塑造型做光个造型，是个造型。你直接出门点点地步吗？还是在兼职落好地道不？兼职了特别。哦，啊来，我哋所人过欢喜，叫个街头猫拍得好。兼职我无头猫好拍得好啊。这是当年，头猫地步白银台啦。我哩唔好意思哦，因为咱只头开眼在吼。你就不好意思，你可不可以定白落来你台？我理解性也好。所以就强调你简直无论不好地定不来，目的就推推的。来仔的究竟面试的了哈。啊，简直那个生物啊，就是将我了解
社活动，很多社活动的兴趣光究竟是啥嘢？因为警司怎么都是高中去吼。这关今日来到那个姊妹车，明车面对面。呀，这时候呢，我吃了为那个黄苗棒，牛苗，吃那个主题呢，一类很激。上前那个明车面对面的黄苗棒，让那个对十字区嘉宾很热光，金棒对面。介绍小那个车，姊妹车，德州总公司的负责人接待为那个本期嘉宾上届在群里边。首先，那个感谢姊妹车王公司，同时在下梅花蔬菜柜和宝格文化传播王公司，在下能对咱这个姊妹车名车面对面活动的大力支持。就讲我听到了赖泽在学紧张上面。是啊。你跟我打是啊，有点白，白话不白嘢，遐是怎呢？是啊。嗯。只够你个通知，只要我通买点白烟。遐就惨。遐怎咩会屋如何哩？你怎咩屋个白呀？怎咩做件白？最光呢，伊在伊直直老少两年，咱自己怎么？所以啊，心是怎么就白屋？今日几时啊？边个做件屋扯噻？有时就是一直从车辆把大家吸到行街当来，欢话，今日个做一下做关乎行街个观众朋友，大家欢呼爆炸，现在是一个台风天了吼。虽然落地好，透地方，但是不论晴空，大家都是如约而至。那热烈之下，感谢支持这活动个所有朋友。啊，非常感谢大家个光临。好啦，那我先。今日个聚光将会多本乐血流过一个精彩内容，请聚光就座，开始咱今日个第一个分享。所谓的精英不怕会脸，强人比得比，气得起。明天当娃再多见。今日全新黑色打扮的邢聚光，戴着黑色的礼帽。穿着黑色的衬衣，黑色裤，黑色鞋，白色袜，可能那份感觉呢，就是打不出来的，戏白定是嘴尖不打。是啊，无穿戏服嘛，你等下也拿过来了。平时生活当中，你是不是也是警司这打扮？基本差不多啦，但是警司有了特别吼，有了那低保。低保。指定保是其他日地啊，是他平时入边呢？是指定只有地啵？遐时阵呢？啊，有去大家退掉哈，指定头毛剃掉个。提醒遐做咩？从那有后座里路咯，退掉只能要头毛剃有几多？需要啦，因出需要。咪个因出需要，需要了顶毛剃光。指定就其他摆了一个清朝戏，叫做后生戏，所以我来买做了一个。无咩重要嘅角色，但是为了那使个形象比较好啲，然后就把伊个剃掉了，打了一个头头。就是这样原因，所以我想那如果卖低保的话，听去那惊着大家。所以得出啥物哈？这是家庭需要，也从当家属啊最关乎些经验，虽然到后生寄来杯呢，当然咯就改改简单个。每当伊动用嘅技术，但是为了让伊技术呢更加形象，还是提高么？好，好，接下上工经验来了。再下，再下。今日今日唔听第六部，就先我带来了里边，带来了一个水杯机嘅海报，商品卡，还有底片。那如果参加咱今日嘅活动，就可以得到月光以前面嘅接触里边，等阵看有姊妹车公司上机嘅里边，喺度接落来即系选择车，大家踊跃来报名参与，来回答问题，答对嘅话，你就可以得到刚才介绍接触里边。上次那个第一个选择就是名车邓华再多谢。现在大家会知月光究竟是第一个哪个本呢？我嘅朋友车歌手。月光姐姐，昨天说那我才好靠。
经验何呢？经验何呢？哎，你做啥？你答对啊，答对，答乌木龟，啥经验何呢？请问采访员？每次中午都是听秋燕来叠脚，每次但直接就是哈，而且帮到明成涛，是咩时候我都当农家时候都喜爱叠脚，现在还都陪叠脚。在下，就是那抖音呢，听出一时静态个热心听众，也听出一堆了关心，好啊。对底下一空的心事，首先呢，咱们快把心机放到明成涛，一脉相传。坐下，下就朋友和这个来宾在空。他这个问题呢，我相信爱来回答就如果过了哈。好个点才好考，这个名才好考。接了透过伊个戏啊，和朋友都有并回答，就是陈瑞光伊主攻的行当究竟是第几项？写信，写信。那台湾最光明戏呢？谁白记？谁白记？你干咪个？谢刘慧。谢刘慧。哦，他是该有同意的哈。好了，降兵我的上街。那第一个蒙队呢？考来就了考谁白？蒙大很最光到耍头戏好，四神地点。张艺坤老师，山头戏剧学校来。第二个朋友，那这个山头戏剧学校来张艺坤老师。哦，山头戏剧学校来张艺坤老师，就讲学第二部。正确。好，回答正确，奖品我来上街。当年陈瑞光最衰参加的是，最衰参加吼，是第一个假吞。今年起何欧第几趟？今年起，最衰参加的是第几几趟啊啦？好啦，究竟你最衰参加的是第几趟？三趟啊？三趟？就朋友来做第个？红灯。红灯啊，朋友。请问在？我为了第高这个先，这个第。为了这个，这个低了个啦。阿豪咩咩，来我兴趣讲老师。阿豪啊。吓，阿豪嚟啊。烧嚟啊。烧嚟啊。到后海当烧啊。乌落嘴啊，乌落嘴啊，凉凉。心凉凉啊。心凉凉。再讲一个答第二问呢。中客来答是算是个手机车掉。冇查手机咯，只同我查手机包去。我冇，唔是那辆车，是那一叫咩只个？亚洲大陆话保密的，虽然阿贵好，但是话保密的。保密的，所以会查手机个外的。啊。最光个答，正确答案是啥物个？正确个应该是河欧钓个汤。好了，这相片应该是这个位。后生兄，穿红色个后生兄。好了，接下来这个问题。陈瑞光现在是第一届夹吞的登的学生。哇，你也回答完那么快啦！第一段。啊，这位陈五世界阿兄，你究竟是第个来个哈？第个第五啊？普业。普业个朋友吼，你哪一道第个夹吞？刚当第个第一段。第一段啊？看过咪戏呢？所以吧。我挖重桥，又做加一了去啊！推下了。快点说是好了过伊，哈！我第一杯呢，坐辆车噶了，大爱最关注大爱阿妹。这个梦队呢是梦的，2005年。参加广东第一冬山呢，因为唱歌比赛呢，陈瑞光是获得第三名的奖项。一等奖，一等奖，一等奖。
我金米生个奖哈，金奖，金奖，谁讲？是铜奖还是金奖？你家己我唔知。后来后来呀，奖杯呀，奖杯做，做一个我唔记得。我跟你打嘛，只个我学了个，差人写条我打哈。你只打咪打么？一等奖，一等奖，一等奖是错过该。回你说，既然蒙对呀，有时髦，时髦而且时髦，不要说光地包我时髦。有朋友啊，开完我行在光道，随便接来杯呀，引入老本领，找个表现，做引入直做，忙碌个了解，十个来形容。那请问，记住十个是什么街？人魔道行。有一句话叫做“人魔道行”吗？这位朋友，叫什么名字？小普遍。羡慕嫉妒恨。什么名字啊？羡慕嫉妒恨。你讲了在叫什么名字不？错了，听会到。伊叫什么？羡慕嫉妒恨。你别跟人斗个只话，帮阿唔帮？我只听过，就是以前在打吗？系啊，只鬼你白听话白啊唔白啦？唔白。我真系咪意思咯？你只能赢么？只能告机？只能哄咯？遐时阵呢，遐我冇学唱。我系在顶辈子，我系上大届个字是啥物届本啊？我唔敢打。这位朋友跟我做光大，这就是两片友，你跟我做光大，上大街我的是什么？名车面对面。开掉。我到底不是什么名车面对面？我不是，我也觉得不是。不是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名车。只要你是名车，你就不招人。我自己认为我还羡慕嫉妒恨。这个条件。所以长大第一个没留家，长大第一个不要靠这个时代更啊。老太这些到台顶一位明天的男主角呢，就接了林家两片用花羡慕嫉妒恨。接下来想问伊，这关这种几首蒙多呀吼，是推出大家对了这款了解。是啊，我唔知啦，呢方面懵多人懵懵关心咯，喜欢咯个红丝片有啊不？其实也无是咩懵多啦，如果那爱为了出这些懵多的话，我想拿来就唱两段曲。嗯。我唱一句曲，要台那两猜啊出那，我该是到第个戏演是咩角色？好。较好。这就显见懵懂哈。有可能唔只介是唔是我家己拜过介，是台南介啊。现在开始第一介，小英子一片喜切声，但见此时暗泪冷。亲爱的朋友，请歌曲。哇，阿姨啊，再回家切我当。回来好劲。什么街啊？花蕊附近。花蕊附近，那一场的人位是在哪里呢？是啊，电光仪。这样看。电光仪打了几个头哪来啊？我没有那床没事啊，所以那有事抢出来的不值钱，就是我的清清白过的。所以那些的咁早起，我都冇站起来，靠托你坐那时候，真是个老头儿啊！好啦，下第二站。从后林林密，今日是秋后萧萧啊！冇个改意咧。你唱个从后，两个在这站从后开始落到第个呢？王者接等麦，
王者吉姑妹再说了。最浪彩套别母诶，别母的心命。这叫春风就别母了哈。一会儿见人也更好当一个直灯抢灯。会见人也更哈，我听的是啊，小英这个角色啊。正确。所以。大家对的话是比较了解。微笑在下。这一位的第一场等来讲，做人好话比较有在，所以吃得好，拿得好，退来都会些想法。如果你做了个闭门，那就会些咩个缩小了范围了啊。好啦，现在对个分享呢，明天等我再多些就交接等了。如果你话是技术个你要出来边个话，千万好机会。马上请咱多几个分享。没有，我们所以老师大家熬鬼熬嘛，样样帮咱做做。是，我不样样帮咱个。那时阵呀，我自己平常。上回我以我做我的米，我不会样样帮咱个。你自己做屋个？我也有人个偷屋个。你其他时间在做咩事啊？看电视，看聊天，听聊天。哦，你个休息时间是到快灯节。有直播风啦。哦，叫我先做我东西，老师了解了啊。等下就去刚才定个了，切到剧了，可能就有流行的。我可能就名演啊。嗯。那个时候有来龙黄对我那卖读书去做戏，主要计划是做那条，他到初中毕业，可能觉得那初中毕业正好应就对。嗯，所以就直接要求那下时就读落去。嗯，当时遐时候我哩读，介那都读尾也无心正读呐。嗯，踮想爱去做去，所以无变刻苦，我是就浸落去。嗯，我到遐去初中毕业。哦，中医初中毕业。嗯，伊个名咩来开当个医了？哦。现在初中毕业之后，你打好大都去一个初中文凭吧？有啊。嗯，现在需要你就。那个时候刚毕业嘛，时候我要来就那遐搭毕业嘛，该爱去做咩该？我阿爸伊当时佮是掠好个，伊那遐搭补充两万，叫我去对我阿爸去掠好，好冇？硬好无啊！我去个做想都明想，那我来做去。嗯，是不是好好个掠好个那样做？是啊，我去个掠好个那样做呀。哦，一路掠好啊，我呀。哇，我一路来最高端摸我做。哦，佮拍马我个无呀？唔捌试过。所以你阿爸本来是个耳鼻面盲，你个。是啊，总比面盲多个。那当我无读书个时候，叫我去掠好。嗯。明晚有多来会将来好做治疗？应该话有多，真是该啊！咋大家冇给啥啦？嗯，了做到起个时候就，见人也无病啊，直见我直接要求，那是就答应我去去学剧团学词。嗯，就是这样，我就进入去学剧团学习。嗯。那个在剧中是那个做戏，等了到剧推的时候，感觉做戏是不是了谢谢当年三爷？开头应该话是我想想当个，迄当时可能是台着爱主啦，台着那做戏好主了，就台顶好赢啦。就因为家己想个物件，所以开头去看无觉得做呢，就是人恶对人恶，也无去觉得那个做戏就该就恶就辛苦啊，是那种呢。买下来给你当做戏的好处到底搞做？你讲了就为之向往，又不是你买读书来做戏，买茶喝来个做戏。你当时也是跟唔知是因啲咩解，老惊咧就那台啲外租，也是唔知那个为什么那做戏就好，无感觉那就好，有可能你当时个两岁多好多好。这是怎样？也唔知咧。现在后悔不？现在也不会后悔那那当时去做戏，但是现在就比以前爱负担过重啊，辛苦的好在。那负担比较呢？
最那做戏，哎，做有这个戏剧眼光，了了比较辛苦。嗯，真的，家己最有是辛苦到底个？辛苦啊，就是那练功啊、演出啊、等等方面啊，哎，至少每件比较了辛苦，就是那我做有这个会开帮出身的人呢，嗯，比人有去过读过学校的人，只等隔离，我是非常远个。嗯、所以我就管那爱能够跟这样一人爱落的比人更大这个功夫去锻炼。那你当时有没有成个目标啊？包的？落刚去去学吉他的时候也无是明目标，就是那能够去擦皮，也就非常欢喜啊！哈、嗯，所以那能够。通过多少多卖对留一辈嘅人来学习，然后能够整出一个角色来做，也、就非常欢喜了。哦，听了这交流和假推啊吼，是不是就去当家主要演员啊？是的，对，人去徛只四角头啊。是啊，一开始嘅吼就着去徛四角头做老阿兄。哦，听了去嘅时候满足啊，不啊是的。哦，起头去嘅时候就非常欢喜。嗯嗯，伊当时。就剧团就到往隔壁乡租了一个鸟的白戏，嗯，了我一暝早就去，嗯，四五点就去，嗯，然后就因为迄个时候，接佮个新人无要在，就差不多就只有一两人，嗯，所以就家己去，家己去练功，嗯，我是来了早去定个东岗位，但我就是主角，我爱做皇帝都做皇帝，袂喏，但是皇帝做唔对。做个比皇帝加一重点，就是啊，皇帝飘飘飘。对之桥，就是一打皇帝就好开嘴，皇帝打就摆得一打喂。迄个时候就一暝炸，好炸就去，去对人找的做下去，比我先接去个阿兄啊西北吼，人来教啊。个两工，嗯，所以就开始摆了个戏，就是太监，就是皇帝身边个，嗯，因为就好欢喜啊，因为就好满足啊。阮家皇帝大头骨个，早就摆了一个团搭，所以就带一支白球。是是是，因为就好欢喜。当时，到台顶大家对过台生意个无？又唔是领名，就是领字呢。呀，那等时时阵你打来好唔好？兄弟打一听，爱听咪？听来唱两集。这个都不好听。没，去听一下，听来唱两集。哎，那个都哪可能无兴趣要听？你爱打好电视，还是哪兴趣个？那所以打一边好电视，你只打一边赢就知，你都爱听。拢爱。你只听出来水平个贫富个，好电视个水平谁啦？好电视。兼职剧团可能啊，主演在来换小李啊哈，所以拿起来可能了说先，娘们，就是了。现在就加大多多先，娘们。所以啊，爹他是连续来噶，都等待你过一个老大呀。暗在未来也够将我纯洁说那回事，亏过好多啊。是是是。我是聊职业嘅，因为我是职业嘅职类。好，遐后来呢，就通过学习了哈，从这个大吉姑娘们，到后来第当时只登记了组建呢。其实也，就一年半载吧，一年半载就我排一人咯，了不起当个戏，来学习。那剧团都是叫啥子那路？到遐买股，到底买股了？个人有死伊人个话会走动，所以伊在走个时候，你就着找新个人来抬。所以就着这个出去个人，如果角色个空缺后呢，就着底买有哪有一领一领时间啊？你有够一领时间了，一领个为了去食滴个人，你就着紧张个来顶托伊个角色。听我先问了哈，那当时到这入去剧团当这主角吼，应该带着有各种原因，有个是因为咱了解写作方向比较适合这剧团人物，有个就当你已经高兴做在就当呀
师傅熬成破了哈，走了有请大家拜年了，因为大家想给主给主我调动了，无能后来登台，那么理所当然二百就拜年了。是是是，嗯，这就是学习的机会。你有看有其他的，就是说因素比较大，你要到别试试了，某人别试试了哈。啊，是咱那边个世界，这家当人物都各种原因，那是出自应该呢。有这个条件呐。你家己看是该咱本身条件个多。也就是本身自身有滴件条件，了个爱人，所以用心去学。嗯。有这个因素呢，可以爱了比较勇敢去入手，勇敢有角色可做呢。好，今日家己个自身条件还是比较适合当主角、当先生个。现在去那个评价都当了姐太比较作难，去那个你那个那地方民比较有作难，作难就帮啦。大家都爱不爱呢？爱啦，做难笑笑啦。唔知那时阵你通过哪啦个，都帮大家一种作难的感觉，因为家己家己就学动摇哦。我觉得那人有倒是有一句话听，那那台顶有个物件吼，那形式生活个应该也是有。那眼光就是那，把人形式这个人啊，还是是通过外宿的形式去听一些光景，所以这个眼光爱做你讲光景去接受了，我觉得那主要得了那乐有本身个这张条件，噶那乐能够塑造好每一个角色个东西呢，最主要是这个心。所以那眼光，必须创新心改去投资，去排练，加去表演，那都是要爱用心去做，真正能够把那个角色塑造出来角色，落去内卖比较有血有肉，吼，可能认为那你唔单单是做表演，你就是戏就内卖个人，但好真心话。看下最光个戏，你到底找到我这对面这个，但为这表达啊，这种感觉是完全唔当个咯。一做你唔当。我现在近视，你觉得平时生活当个乐啊吼，是唔是就是这找到舞台顶这些个乐，乐不得又比较好动啊、活泼啊、每粒事事啊、车窗啊，或者方面呢？车窗真是拜到个，真明达了哈。那边有动感这只类，我也帮你。其实我非常简单啦，正式得了工作，就也无那做你去。因为只在就漂亮了，你讲到快灯个特殊屋。现在就到工作啊，不是快灯了。啊。得了工作个时候，我都非常少那个人出去活动，比较少。我是属于了。都做到来啊，比较经常向我推电视这方面。下个是一边来向啊。是是是。边腼腆边又笨仔个。是。了只要出去活动就对。所以那些些活动，但是喜欢那个风气啊，虾米比较做，我在那了，应该到下来个表演个节奏啊，比较有做。喜欢那个人也比较有做，你把感受到也出。狂这个歌动白暗白，那做大家咱还是比较少少哈咯，去每一个点表演个还是有学在咱非常肢体话。从咱讲的肢体了，你好冇把呀？让了感受的，只因歌动会狂这个，讲介绍的。哎，做你那狂这也其实咱戏剧眼光呢，唔比遐高车。伊人遐就好，那都狂这。这个人啊，目算是着狂只啦，我谈不上啦。所以那伊人我是非常热情个，去国内也好，国外也好，如果我拄着去演出个时候啊，我着做比较喜欢讨嫌人，伊人爱笑白个时候，我是非常热情个，打招呼啊，问来问去啊，这都拢是有个。这对大家一款狂只个热情，都是直接保持着一款。你只系睇睇噶，还是有时候对人发狂呢？伊又冇病，就你发狂咧？可以感受啲狗，显啲有人黐个女女多啦，话继续做梦个好事，梦仔。哦，
叫我来自己不太我应该没得到去吧。我希望他从那为了这框了也能够为了来红丝这框。那爱做你框啊，小英姐，你来搞啊。这框没贵，但我推过一个小人啊，下金山。当那个写应该大神呢，月光是伊小红啊，这个乐部嘅扮演形象就获得了金奖。但是佢老姐则变咗我应该一个诗，比较形象嘅表达我当时同红感觉，就是伊落演戏嘅时候，特别是演字阵戏嘅时候，是演到夜头半戏。真系夜头半戏话呢，我家己一个梦者，等早走到这个走路就唔得眼眼。是不是现在将伊来夜头半夜帮咱抬一下，让伊运动一下，动感起来了呢？左落去或者入摇头半夜嘛？对呀、啊。入摸入摇头半夜嘛？对呀、啊。所以该写的时候就写，该动的时候能动一下。正常人应该无那日无事就起来个入摇头半夜，该也该摸个，真的是袂正常个。所以在那的动者，可恨，但我希望能够动者更加。因为有时做较久我就起来运动一下，大家来试下面。秋英姐来大头，秋英姐大头摇头半夜。当时啊，这夜头半夜就一个载体背景。铁大最光当时做你塑造好这个文化啊，乐部这个形象，最终是一个大的金奖。白纸个是难度，本身是好多啊。每一次的比赛呢都是竞争非常激烈，所以那包括那找戏啊、找导演啊，这些都非常恶。这个戏也是跟福建乡剧团的导演啊吴志明老师给我提建议，因为那个时候爱临爱比赛的时候呢，我念找部戏，所以提建这个一个戏。那可能台中那话也是爱适合自己去这个条件比较适合，就提建议话。其实我到这里所写每一个哈，同时参加那个摄影个比赛呢，都是这个作品时间比较多，要求到二十分钟来，即款是10分钟最好。最大冇跳过20分钟，一到至20分钟再来，你多只作品呢，应该就是有了行当的特色。那个表演的技巧、演唱的功夫，也就是因为个强度量大。那个时候呢，导演为什么呢提建这戏剧话？因为觉得呢，得了那哇，会适合伊这个角色，这个人物。主要个就是那真个令子讲个时候呢，欢喜着从头开始学。就算你伊是开班出身个人，你到戏后也无接触这个。所以被那受我那个技工个缺点个影响，所以第摆只是吹进我那，含我还是着较可恶咯。去到了总比一个过天一段时间呢，总比一个过天也无变做你正确个改善，就起个时候也是拄着其他个顽皮啊，所以就一边演出我着一边两工排练，所以参参最最难保那就。就规划一条路线啊，一段时间，足够的时间去那个量。现在个林子呢，就是让老大这个提供嘛。遐东西，乐乐表演这个乐部的小子，拿着林子究竟也长度也长呢？长度啊，长度比人平常一般不太应该爱了长，但是就长度也无去准确个去量。分享就是好灯，那些手更开的时候，所以伊只整物就爱比人平常都用了好。听那就那指定就是真真正正多，只只是地盖哈，个背出来脚蹬就脚蹬。但是咱现在只做用啊，一般盖背一般都是接盖，无可能要蹬。所以两只臂就爱蹬脚来支。所以。你自己对林子或者都是特地托去北京个背来，北京背来个，就像这对林子呢，你落练的时候，也就是的偷呢北京，来偷无全部了北京，就是那北个时候有三音吧，
一用盲边，一用水洗，加个头盔。嗯。擘个时候，我叫我夹汤袋买个头盔洗，俾伊保命，讲个我擘。叫你保命，加个了擘。擘了手非常疼。嗯。了做官有只食亏，咪个伊个在里面大。哦。所以好惊个我擘一顶头盔。所以说呢，为了买本了温家擘袂见。唔係嘅，白佬學我仲得幾舉摸波腳假流啊，是頭身假流，所以唔加嗰粒白。愛洗只頂頭盔唔係假流，所以能嘅最些就是用水嘅時候嚟白白了，等嘅水質嘅水紅質嘅打嘅時候，伊就消縮。白嘅時候咧就著，有著甩出著甩。嗯。所以就洗淨甩嘅。扣掉挂，扣住掉，拔掉挂个壳。哦，听了拔个时候，本身了也就是感觉非常疼，非常痛苦了。拔个时候是不会疼。哦。拔个时候不会疼，等到硬出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头就已经无感觉去了。摸去。摸去了。无感觉。那整条去踢腿来看，我看袂到你就掉。惨吗？无感觉。阿姨摆错错，但是非常惨。包括那直错多表现啊，去破绽啊，嗯，个绽啊，头绽啊，破绽之错弄掉八个非常紧，但是伊人因为绽比较了轻啊，所以免甲零字头盔就比较紧，嗯，也是非常辛苦个，嗯，所以这个硬下落来不光如何，先对顶部拔掉啊，将来。哦，那只有你个大，因为做你老太的时候，顶部咩事拔落去，原因就是哒。把脚骨套会疼，是是是，嗯，把咱做尿个能套都好，嗯，把骨也是会非常疼，因为伊拢达到这个摸过个，你如果爱表演个时候，大动作个时候，你无拔内尿个，伊坐力仲爱加捞。哎，我是问到那后背单，你个嘴背吼，因为大家拔套拔捞遐遐物个，一后就整拔啊唔拔。遐非常在，因为你神经个时候也会背痛，嗯嗯，所以我是。经血不足，经血不足，爱头疼，头疼，头晕，爱呕。哦哦，遐日子落练嘅时候，上灯时间是日头涨啊，落练咧白日久时间。遐冷天是直落点钟噶有嘅。哦。只计起呢总共就是17公斤。嗯。了练嘅时候，有时计就做，计埋嘅时间又做又计埋又稳啊。首先我咪系做小红啊，但是有直播啊，是系蒙台的，我直的是六个的。为什么呢？等时啊，白日落去领字之后，有变几个字就领字，加几样字都运落来的。这个就是来帮专来开过了暗色有空，我以前是也是有钱多想，有钱多想那天来装了了比较了贵啊，不当时保镖，保镖就先来做开。遐那种有病，惊后就领子吼，原本拿着提根么，稳稳到去头顶啊。那种有病，这自我控制，加着领子将伊稳稳的搞落来呢。这个就是经过多次的训练啊，你有凭感觉，我试是凭感觉，因为你做的时候你都无病推着行。就是直车有直车的多次的去训练，对行训练。行，咱就平台呐吼，伊个跌也袂吼，跌也袂了，好放伊落来，就偷放掉，放伊落来。但是你到用处的时候，你都无病，所以你就着通过你个训练，直播去感觉呐。哦，你这个偷来到是咩位置了？你可以将伊落来啊。谢谢大队长，你个领导这些个工队呢，给家己咱控制的非常好。是是是。凭感觉去控制。自己过天领导一句，就变去控制这条领证呢。也非常恶大，因为介只时间无做你去统改，所以那家己练了也有时又叫人小退，但这段时间啊，就慢慢，虽然只个我只个讲话是无咩损失个，两来话是话是无咩下个个。大家到下届一杯呢，获了金奖的兴趣观到上来杯，大家再机会下届一杯呢。哇，是因为咧做戏做过一场，下金山啊、小红啊这撮，这边呢都有人能不能
所流过啊，这痛苦的啦，偷白骨的这天啊，甚至有去爱留下了直到职业病。听到这歌听啦，有时也不是你歌惨的，我放弃白唔白？嗯，这只光明算是白。白呀、啊。因为该是家己喜欢的物件。哦，所以听过听过卡就唔记得听。是是是，两到你正经学嘢时候，你非常感觉非常有成就感。哦哦，所以你学喜欢舞台顶只用感觉。是。我是问到单你入行到现在啊吼，有无遐你过些感谢人呐？感谢人呐，遐都好在啊。你老师啊，领导啊。嗯，我有叫做支持我的关心我的关心，你也特别感谢呢。我落这个像那花市的，就特别感谢我的爸爸。嗯，因为给我了给我生命哈、也给我自有自个合作眼光的这点条件。嗯，啊，你又是值得个支持我，无伊人个支持，我也无跟其他机会。感谢人呐，那些咱在过去当个小伙伴，当天当我看着个了，照顾的大大个热情味，比较做，那对人个了个印象比较深刻哦。能赢我？能赢我？大大，个大大。你有咩光鲜？他有他点咩光鲜？就是咱个鱼蛋，他有他点咩光鲜？你认为该卡掉就卡掉，不该卡掉就免卡掉。好、哦。达人过啊，能永远是袂减啊。如果那免卡掉的话，我算是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当时。可能大家做你想也是唔熟那个地点。嗯。每只人都是有得做了，大力做做哈。林王正。林王正。王正义一直建议托乡个老人院，托乡院游客海鲜集团，平静个小伙，所以我迄时来到来个时候啊，烟花大学段，虽然我甲伊搭档个戏袂在，甲无行，你强调但是无行，是，强调。王正义，你当时搭档过咪个？只有一个戏，就是。老将下山，伊做老虎，我做老鹰。你那伊只个角色，老鹰只角色，我来个时候呢是两小生，所以我顶台个时候，两将开头话是有些人个接触，电影话是无咩够食食啊，人听时候唔记得啊，口白啊、剧啊，还是口味接触物件，但是介王正义。甲伊当场出台个时候，伊老话唔记得，啊是有出现啥物问题个时候，伊道路有变照顾啊，有变把伊只个出现只问题啊，解回过去，所以讲两人个配合力比较明确。伊我虽然甲伊当台做戏个，无许在，但是我平时伊出台个时候，我都点无多台。感觉那伊是一个非常有快速小样的人，所以那一个比较有快速小样的人比较成功的影响呢，不等于到完成好家己个戏之外呢，伊还有变看寡帮人，所以两人配合更加明确。所以首先这个戏你是只是。做过一个合作的戏，但是王正义本来印象是如此的深刻。王正义，大家是否看过一个生气的老太婆呢？你大胆，王正义无做生气的老太婆。不好意思，你个。伊做木二娘，可能人无变看过。甲阿吴从西北个木二娘。听这个都是学在南宝台。是，你有个做王创黄晓妹妹一个会，所以王正义可能名头无大响度，但是伊一个艺术，是也是非常贵个人。
所以当那个舞台顶，那我听到大家熟悉的，或者不熟悉的，或者你睇过夜戏，但是你根本不记不起伊个名个，背在第一个讲则字啊，伊那都是为那个第一个宿命比较奉献家己。有时那个到多几个星球的国家之中，做出家己努力。是。遐我相信，今日我一个舞台个过作演员，当然也袂唔记得伊能曾经为能做个杰出。那把这些上部杰出名利个第一个讲则字啊。做啥分文整伊？遐做过遐确定关系个？能达达。舞台。咪关系。这位朋友在这里当一夫妻，我好了当夫妻。今天就是那个明星面对面，大家没什么就没什么哦。从那黄河宝座为了你你来我的希望你贪眼相搞。其实爱陪夫妻家也是好在但是那只要我达人过之后能当时呢，他跟我有跟我的特色就同意那自家戏他是做美街，所以甲我搭档过个两当时呢，伊能个最咩也是袂摸个，所以我对人个印象拢非常深刻。遐我就来个环卫有宿舍个，到了搭档过天来买的，甲了来的最密开个是 TV， 两搭档两人位，我老婆。哎，穿上龙大地亮啊！我肯定系好似，我应该写我当伊能是真好似，你做为咩事？你咪台湾，你家己回答听证，观众。听证都无问我。哎，问下朋友高姐。问咩个？接下这个向伊就做事情唔记得人系蒙咩嘅，蒙只蒙到我在做体测嘅，蒙啦，去白顶嘅夫妻，生活当系真夫妻，究竟伊是几多？我老婆，就是我生活当系真夫妻。其实我甲伊，我老婆也是。每大家耐心点，耐心点。如果伊个无打出好个名，咱就买断，好冇？这个无是咩好恩满个哩。我老婆是叫做张慧珍，现在是做廖建义三汤，但是伊甲我拍个戏也袂在。下过咩个？伊在做三汤，还是下过珊瑚贝？下过咩个？珊瑚贝。珊瑚贝。是。你哪能都应付呗？哈，夫妻关系啊，你么是确定夫妻关系？就因为你买打手，我得直接提示了吗？明提示你，三五百是一个戏名了。我知啊。我知。我怎么讲？你是灯湖白，伊也灯湖白还是？我唔是灯湖白，伊唔是灯湖白，伊也唔是灯公主。那伊灯咪该啊？灯小姐。从那回跳全部都是珊瑚呗。还有什么问题？等着我。你怎么从那个位靠目的就是为了让从那全部来都是珊瑚呗？从那附近究竟几点？哦，这个是一算不落上，因为也是台南街，我也是台南街。阿姨吃了水果，快乐偷爷爷的包了饼。真的会包我饼？但是关系咧，佮台台老老唔对。昨天背唔对咧。佮台老台背兴趣嘅光要帮你好先。啊，我之中有解释啊，就是唔是话应，唔是话硬掰嘅嘛，所以顶台难解啊。佮你就全力出一冲，那现在有边台教嘛？同时播。因为我跟我老婆客嘅戏，现在也播，因为伊落三通，我就是通，所以播做第客对嘛。遐其他的有阵是伊人夫妻双双自己来当唱灯，顶台亮相，我真建议在下。啊，你也有机会。无来。那
老婆都来求见。阿秋英这无请。阿姨就给我拜三三，你叫他白婆老祖叫伊来。好啦，迄人问来就是大嘴光啊吼，现在咱只车从火车站，唔知是老人咪世界拍算吼。其实，我感觉那我到了解这条路，然后我给学灯，我也无那阵的刻意去规划这条路线去走啊。因为那我是一个会开帮出生的人，甲伊人专业人，我个隔离是非常大，所以我这种想个就是那爱如何去再加强我这座木作个地方啊，去更加努力个去训练哈，使、我能够赶上去，能够那以更好个形象个出现到舞台来听个观众。所以这就是了，现在对未来的拍算。